我又来到这边啦，继续来这边调查。今天换一些不一样的钓法试试看吧。应该有人来过了，这边被移动了。垃圾应该是住在乌日这边的人乱丢的。这一只应该是鲶鱼啊，因为被丢弃的，人家不要了，他把它丢在岸上，真的是垃圾。刚刚下去走了一下，发现那水已经上升蛮多。本来是要预计钓那边，可是那流很急啊，所以只剩下那个地方还可以钓。好了，待会试试看好了。前打软竿钓竹啊。水又更流了。谁过的丢呢？你以为不是送鲤鱼的吧？杆韧度比较大了，对啊，缓冲力度小一点。哎，无锅鱼吧？啊，阿福啊，高兴了一些。哎，水流很急啊，所以。还是小心一点为妙，带个网子。哦，这尾体型不小。过了黑帮结构了，软竿的坏处就是鱼拉到个近距离没办法直接过来。哦呦，哦，大水出大。壮硕的啊，又是阿福，阿福满天飞，
蝴蝶。现在水流很急啊，所以阿虎就是来咬的时候都是很大的。我阿虎也咬左边，听到没有？哎喂！如果这一回还是阿福，我就撤了。呼、哦，来来。哇，这物件，这灯光。好像不是哦，鲫鱼耶，鲫鱼 VIP 客户。VIP 客户哦，哦，门大点了，很漂亮啊。说要钓到，再钓一条阿福要走了，结果来鲤鱼又来鲫鱼，看样子是要让我继续再钓。那鲤鱼飞起来，要被他打败耶。鲤鱼，鲤鱼，这是鲤鱼啊！这是应该可以钓的。鲤鱼，网竿就钓鲤鱼，真刺激呀！水流很急啊，不好钓。哎，游到浅的位置，然后游回去。然后钓回来。丢出去就没机会。不过很大，但是不好丢，今天水流很急啊。
哦呦，看到我乌龟马圈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水边而已，它咬到嘴边而已，很肥啊，哦，肥呆呆。今天就到此结束啦。今天有拉到一个泰国鲤鱼啊，太扯了，吃那个万能饵。好啦，这边就到此调查结束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